Hello，大家早上好。我们来看一下水池的最终效果。买的这个水葫芦，昨天给它放在上面了。我记得农村这个东西很多，已经泛滥了，在这边居然还要花钱买。大家好，我是追梦少年阿奇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。下面是出水，等这个水循环两次过滤一下就清澈了。现在有很多泥巴，今天感冒了，流鼻涕，所以我把鼻子都堵住了。因为这边早晚温差有点大，然后着凉了。天气还是一如既往的好。今天可能还是挖三级土，因为它很多地，就是一大片地都要铺三级土，然后种花。就是这个土，这个山上挖的三级土，他们叫三级土，我也不知道是啥。这个就是山上的土，然后给它铺在上面当做营养土。我们要把这种没有开壳的白豆给它打出来，还有好多。这个还是很累的，很靠臂力，还是有很多没有敲出来。这是白豆，特别好吃，可以熬粥啊，煲汤啊。我现在躺在松针上，可以看一下。哎呀，躺在晒个太阳，太惬意。我觉得最近天气都特别好。适合晒太阳。够了够了，不用太多了，一点就够了。走，走，藏进来，我们直接等会在斗车里，藏进来。我们要把鱼池旁边这个缝缝给它填满，种上美人蕉。就这，给它填满，来种美人蕉。已经到，
你的观看和订阅是我最大的动力，这样我才能走得更远，去记录更多的生活。谢谢你。